寻找记忆中的模样，感受历史的温度，让我们与艺术与美邂逅。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隶属于教育部，设立于1957年，是台湾第一座国立艺术馆。艺教馆位于具有自然与人文特色的台北植物园南海学园园区。艺教馆包括南海剧场、南海书院两大建筑，主要为办理艺术教育研究、推广与辅导等相关活动，同时也为教育部所指导发掘人才、奖励杰出、鼓励创新的全国性六大艺术竞赛的主办机关。南海剧场是早期表演艺术教育的摇篮，很多表演者都在这里奉献了首次的演出，迄今更孕育出许许多多艺术表演的人才，活跃在世界舞台。舞台为标准式镜框式舞台，适合各类艺术活动使用。南海剧场现已转型为推动学校艺术教育为主的实验舞台，演出形态更加多元。南海书院在日治时代为建功神社，历经国立中央图书馆及国立教育资料馆整修加盖，成为具有日式、中式、西洋融合特色的建筑样式。在这里有四个展场空间、阅读角落以及互动体验学习区，全年办理艺术教育展览及艺术教育推广活动，提供民众免费参加。艺教馆定期举办艺术研习班，并配合展览、节庆和寒暑假，规划适合各个年龄层民众的艺教研习活动。除承办全国学生艺术类竞赛之外，艺教馆更致力于艺术推广，例如全台巡回表演及展览，出版艺术教育出版品，并建置台湾艺术教育网、网络医学院艺术课程及各类艺术竞赛成果，让艺术学习更具多元性。欢迎大家一起走访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，寻美游艺，开启美丽人生，尽在艺教馆。